晚安。对不起，迟到了六分钟。嘿嘿。有加豆粉的，有加入我的豆圈的人，有收到讯息，不是讯息，有收到通知吗？说今天有光田有加的直播，怎样？吐司晚安，森宇晚安，九代晚安，没抢到一号会哦。我们的一号会员是谁呢？有也有通知啊、哦，那就好。雷哥晚安 ，Echo 晚安，我也想你。冬粉，冬粉，勇哥晚安，浩一晚安，早安，大家早安。U 姐晚安 ，Victor 晚安。十五分钟前收到，哦，对对对，结果还迟到，对不对？月姐晚安，谢谢雷哥的甜甜圈 ，Oh my god， 竟然有甜甜圈的。一号 plus， 我居然是二号，哦 ，plus 那么厉害，对，就是因为这次豆粉的连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公开，所以就是我也没有事先，我也不会事先跟你们说。好了，晚安。吐司晚安，来滚雪松四叶草，比基熊晚安，谢谢来滚的四叶草，可能兜圈自己觉得哦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哎、欸，是。自己决定有这回事吗？我以为是先抢先赢，还是因为还是要看名字。吐司晚安，刘海姐越来越好看，谢谢。可惜卢卡今天是 bagel 不是甜甜圈啊，对呀、啊。你说。Fan Club 的声音告到，你告到哦，原来我签到你的，你说序号那是先抢先赢对吧？谢谢雷哥的音效卡，青鱼晚安，安迪晚安，大家有没有加入我的兜粉圈？兜圈，序号是先抢先赢，你看他们了，有够执着，谢谢大家。目前加了几个人？你们那边是可以看吗？吃铁板烧这么好，宫田盘子晚安，是不是强哥啊？豆粉晚点，嗯，这样就看不到我照片了。谢谢什么啾啾你，二十一吗？还是其实只有你看得到？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现在有，我是可以看得到，但我不确定你们能不能看得到。卡丘晚安 ，Plus 晚安，卢卡恭喜 C 部完售，耶、yeah, ！谢谢，感谢你们，大家现在有握手券吗？后来加进来还可以看照片哦，真的、哦，那还好。二十二号吗？阿叶晚安，南飞哥晚安 ，Sam 晚安。打排球，眼睛也太……我那时候是这样拍照，对，就是眼睛张开，不然我平常没那么大。那叫沈晚安，这位晚安。必须说，卢卡在兜圈发的照片都超级好看，而且很认真发，一定要加，谢谢。ご飯食べました？吃了，眼睛放大。小圆圆晚安。眼睛好大好可爱，谢谢。对，高等晚安。哎呀，我今天全身酸痛。你去南部玩的开心吗？还不错，我又不是去玩的，但就不错了，不错。还有咳嗽吗？或是打喷嚏的时候，因为我肚子现在就是很酸，所以我一用力就会痛。
啊，我头发好难整理。好，可以了。算一算，就今天先这样。拍球那张照片很可爱，谢谢。我那时候已经打完，然后就是全身都流汗了。但我的妆好像没有掉很多，所以还好。Apple 晚安。拼图的照片是 Luca 自己选的吗？还是 Luca 选的账号？我自己选的。那时候有三，我交三张，然后编号一二三，然后他们选一号。我那张很好拼吗？看一下。哦，真的是好评，那就好。所以那个三号餐好，可以拿到小蛋糕跟水饮料。对，只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去台中，对，啊，眼睛，对不起。所以就是时间好像不到一个小时嘛，就已经到那边，所以就是有点可惜。前几天台风天都感觉我们，哎，不是今天是台风天吗？是前几天了，我以为是今天呢。我的雨伞坏掉了，风太大。昨天运动太久，肚子过度用，其实是前天，对，但是就很痛。笑笑晚安。化妆打排球，对啊，因为那时候刚好有工作。好喜欢看你打排球，佛汉晚安。妆没什么掉，一看来是不认真打。有啦，我真的全身爆汗。身体有好一点吗？有，比昨天没那么痛。拼图难的是操作，我都拼失败，没有办法。可以学卢卡踢足球吗？踢足球。就看，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打。你去黑胶店有买什么吗？没有。微露晚安。昨天跟今天，哪一个雨伞？自己的雨伞，不是折叠伞那种。什么是自己的雨伞？就是便利商店买的那种大大的雨伞。应该算是昨天，是哦。那么久没有打排球，手感还在吗？完全不在，我真的吓到，我完全吓到，就是去黑胶那边拍照而已嘛。好啦，不要再问了，好可怕哦！你们这，好啦，就拍照而已。要踢足球的话，我可以加卢卡。我也不是不会啦，只是，女生很少会打足球。说到雨伞，你还能杀球吗？就是还没有抓到那个感觉就对了。正常的运动完肌肉酸痛，对呀。说到雨伞，把伞放在店里了。哎，不要再问了，问一下晚上吃什么好不好？我晚餐吃自己做的冷细面跟然后鸡肉，对，因为我工作的事情我也不能讲太多好吗？对，反正就我能回答的就能回答，不能回答就不能回答好吗？要聊公演吗？今天好像真的可以聊很多很多。我其实今天在梦里已经直播，我已经直播了，我已经在梦里开直播了。今天是第二次开直播，只是我在梦里直播的没有很顺利，对，就是发生很多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M 先生，好久不见，晚安。你好久没直播，好想你，晚安。对呀，太久没，上次礼拜二就取消嘛。
上上次是什么时候？礼拜六吗？我有点忘记了。你可以说一下，其实忘记，但是我记得没有很深。你就是发生很多意外。卢卡进度好慢，我在莫里已经跟你结婚，你还在第二期、第三期。上次上礼拜了，感觉很久没有看到你。对呀、啊，可恶，断莫里那次的勾了。九天前了，哇，那真的太久没有开直播。但是上礼拜跟上上礼拜真的非常的忙，所以这几天就是稍微有放松一点。嗯，公也有看到，卢卡辛苦了耶！谢谢安夏克拉克送我缘分相遇。公演的话题好像可以讲一下。我们从哪边开始讲呢？不过有一次不是开两个小时半吗？对，所以礼拜天我可礼拜天或是明天我可能只能开，只会开一个半小时。你有上一些节目吗？上一些节目，什么意思？卢卡兜圈没有开放丢礼物吗？那个可以开，在哪边可以开放？其他成员有开放吗？我真的不知道。线上公演卢卡镜头蛮多的感觉，这次我觉得他们拍的录的都蛮平均的，不像 reset 那时候几乎都是同一个人。有成员都开啊，我要开什么，在哪边可以开？别的成员开那我也可以开呀、啊、只是我发现我没办法用安卓手机发照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APP 有点难用。哇，你还没开放已经亏了好多，不过不开放也没关系，你不用先问姐姐吗？超难用。卢卡很美 ，MC 很有梗，谢谢海报。哪边呢、啊？嗯、哪里？没错，比 reset 多，我在线上看的痛苦流涕。那什么时候可以讲话呢？我也不知道。但是不是其他成员已经开始聊天了？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界面跟你不一样吧？哪里呀、啊？这里吗？不是八月吗？嗯？什么八月？没有成员聊天吗？有成员已经说话了，我也不知道我们见面跟你不一样，我没加别人的不知道。嗯，在哪边呢、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这个吗？好像不是哦。是这个吗？搭赏，文章的抖内你也没有开放，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放啊，要怎么开放啊？而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开放，但其他人有开放吗？其他人开放的话，我也一定可以。有很多粉成员开了，好好好，那应该是可以。就只有搭讪那边吗？搭讪。好，那就先这样。我们从哪边开始讲呢？上次直播是九天前嘛？九天前是什么时候呢？礼拜几啊？我不知道其他是，哎，有没有开？你还是问姐姐比较好，没关系，姐姐很忙的，管不到。
可是不是其他成员有开吗？但刚刚是谁说的？哦，原来已经上次礼拜人了哦，那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哦。嗯，想一下。哦，我想到了，那我先讲丽卡的事情，是不是丽卡还没？本来是没有公开这个月公演会上台，是不是？坤坤晚安，丁小雨晚安。第八部卖完，恭喜，谢谢。了解，原来是没说。好，但因为丽卡，但我摸 MC 爆雷，爆雷什么？想一下，所以丽卡粉丝在外面哭，好好笑。嗯，就是 surprise 的概念，而且丽卡也是蛮，他要上台。他要决定这次公演会上台也是蛮临时决定的事情。我在家里哭，谁叫你们不来？他是因为怡真回来，所以玩两甲怡真。建汉晚安。要预判呢？要预判。那八月生日后我该买吗，卢卡？什么意思？下个月我应该会到了。刚有看在山顶。什么意思？什么八月生日会？所以我是长东买才能看到两次卢卡的脚链。生日会有惊喜正常，你说我吗？八月有几个人啊？八月几个人？现在一起研究生剩他了。哦，对啊，怡真也知道这件事情，他没有很开心。四个吗？那不太可能会叫人，四个已经够多了。吧，除非他们两个会分两个两个，但是如果四个一起的话，不可能会叫人，绝对不可能的啦。怡真一定可以的，怡真可以的啦。没分同一场，太多人钱钱会分掉。我先去好园外面举牌抗议。干嘛抗议？但怡真也只有出场最后一首歌，而且第二天他忘记自我介绍了，就是原本他以为有人会 cue， 结果就没有。然后怡真也没有特别提说，我还没自我介绍，然后就是结束了。我就跟他说不行，你一定要自我介绍。不过怡真怎么没有跳好喜欢你？他觉得他跳最后一首歌就好，而且他现在还要学很多一起演唱会的东西。怡真可能自己也忘记了，有可能太久没有参加公演。对呀，他们现在一起上都在练习演唱会的东西吧。他们其实手牵手的时候也都在想，哦，演唱会好紧张这样。对，一起演唱会了，后天就演唱会，超常有成员忘记自己，很少人会忘记自己啦，只是很少人会忘记讲本名。我知道蛮多成员每次都不会讲自己的本名，但我已经懒得跟他们说了。丽卡现在是疯狂补课状态吗？没错，现在是我们 TTP Festival 什么的，就是基本上没有练就可以。没有练也可以跳，至少副歌都可以跳嘛。对啊，只是他可能太久没跳，所以要真的要补很多东西。那你要去一起演唱会探班吗？应该是不会。卢卡不用去，有觉得很爽吗？
嗯，不好说。如果这次看事情如何呢？嗯，你要你确定要问我这个吗？也激发了敏感问题，有肌肉记忆。不行啦，是在直播不好说。在家里快乐睡觉，哎，这几天我真的快乐的睡觉，开心，然后去打球啊，然后也有去吃好吃的东西啊什么的。今天超想180晚安。对啊，就是。应该说一起演唱会，一起生演唱会主角就是一起生嘛，对啊，然后就是这时候二起生突然出现，然后就跟他们一起跳，就觉得很怪啊，对不对？这样目光怕有些人会不是到他们身上，不能抢主角的概念啊，对对对，对啊，就是要尊重一起生，一起生演唱会就是一起生主角，所以就只有他们。没错，卢卡打完球感觉都说没有。我跟你们说，我47了，我47了，我真的吓到。我是不是这几天过得太爽？太好了，有好好休息就好了。我现在每次去打球都很兴奋，打完球都很后悔。一起就是一起，对呀。为什么反而会变重？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肌肉？长肌肉了，我现在这边超痛的，尤其是这里。其实一般排打排球这边不可能会肿，因为我们只会用到这里跟这里嘛。结果我肿这里，表示我真的乱打。然后我这边 OK 了，毕竟你只要算的就是主角，没有这样讲哦。小黄友晚安。肌肉比脂肪重，那你什么时候能吃巧克力？不知道哎。毕竟是一起的演唱会，时间完全给他们，没错。之后二期如果有二期演唱会的话，就可能只有二期生。可是这样是不是只有七个人啊？七个人办演唱会好像不太好，可能会变成二期公演之类的。哎，我们几个要跳整场，二期只有七个，卢卡加油！二三四期演唱会，那就看卢卡 hold 全场，没办法啦。五周年呢？五周年吗？我不确定有没有哎、欸，还好吧。五月天五个人都可以办演唱会了哦，对哦，可是他们不是就是。他们不会跳舞吧？搞不好能看到卢卡 solo。你说二期吗？欸，我其实蛮想的，如果未来有二期演唱会或是二期毕业公演之类的，如果有的话，对。下次那是乐团不一样，如果可以表演音乐剧，他们都会请来宾啊。哦，对啊，一期生因为多到可以不用叫来宾，只是二期生的话可能还是会加。如果自己独唱一首一定超赞的，二期也可以请来宾，对呀、啊。可是我相信，就是我刚刚不是讲嘛，就是二期演唱会主角应该是二期生，可是如果我们叫一期生，很多一期生的粉丝可能都会看他们。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怎么样，而且现在，当时，现在，老板也，就是不在嘛，所以，我们，可能合约，或是我们决定要毕业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公演或是演唱会，所以要惊喜登场，不可以先说。八维晚安。现在是没有老板的状态哦，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爷爷晚安。未来的事情太难说了。二期演唱会要请阿伟跟铁牛合唱哦。没有的话，我们帮你办个人演唱会。
晚安，晚安，晚安。我们自己租屋没？尤其最近公司，现在大家都等新队长跟组长。对呀、啊，不知道会变成谁呢？嗯，对、啊，队长哦，我认真猜。哦，谢谢强哥的浪漫，讲错了，极速浪漫旅，不知道后天会不会宣布。迪卡文章超好笑，他选卢卡当队长，不可能的，对，我觉得是不可能。我看一下现在有谁，现在谁会留下来呢？卢卡肯定拒绝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拒绝权，但是我觉得我是不太可能。对呀、啊，但是我觉得嗡嗡的话有可能。送你一块夜市牛排。对，二期生我觉得嗡嗡有可能。我看一下，谢谢善友的啾啾你。卢卡当队长好像也不错。我压力会爆炸的。但队长月薪加20000，卢卡会当吗？可能还是会拒绝。照年资应该是 Mina。对啊，如果是我，嗯，对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 Mina 比较适合。但是 Mina， 我觉得 Mina 也是比起当队长比较适合当，就是自由的成员的感觉。现在那有100万的礼物，什么礼物？卢卡队长叫起来挺顺的。米娜也说她不可能接队长，米娜太软了。对，我觉得米娜比较适合当团冲，不太适合当管大家的人，吓到我，还以为比较适合当老婆。谁适合 C 位 ？C 位就什么意思？你说 P 组吗？还是啊团宠？对不起，团宠。我觉得 T 如果不会重新组阁的话，目前 T 组。比较有可能当队长的，我觉得是嗡嗡面面一云肉肉其中一个。我觉得丽卡，我觉得绝对不可能，丽卡绝对不可能。然后 P 的话，啊，我先说组长好了，对，组长对 T 的。P 组的话，小琴好像小琴而已。P 组目前我觉得比较适合当的，嗯，我现在是如果没有组阁的话，组长是谁？这样，研究生应该不能当队长，不太可能会当研究生。可是现在研究啊，你说 丽卡 吗？没有，我觉得丽卡绝对不可能。不然就我了。我吗？我不要。我不要啦。面面应该就是 T 组长了。但我觉得易云也蛮适合，易云跟肉肉也蛮适合。嗯，其实我认真想，很多像是早安少女组什么的，之前那边的老板有说过，他们怎么选组长，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组长有那个算是一个角色设，算是角色吗？或是特质就是一个名称嘛，名称，所以就是，可以人，就是像是 S 级的那种，可能就不太可能会当，就是他已经有 C 位 center 的
名称人算是人设吗？所以不太可能又加一个组长这个东西，对。所以如果 T 组的话，像是零一的话，可能不太可能，对。但我个人觉得刚有人说面面，我觉得面面，我个人觉得面，虽然我觉得他个性是适合，只是他，我觉得他不太需要这个组长的名称吧，对，应该是这样讲，该怎么讲呢？好难讲，是一定不会选外国人吗？队长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组长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对，我觉得对，感觉面面加了一个身份反而会被绑，对，就是那个感觉，对，我觉得没有东西绑住他，我觉得他比较可以自由，的感觉，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对，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二期的话我蛮适合的，我觉得给他队长的这个名称好，不是队长，组长这个名称好像对他来说好像就是非常的加分这样。毕竟队长是一个压力，对，组长要去具体要做什么好像好像没有要做什么，就是跟开会啊，对，开会的时候跟公司一定要一起讨论，这样就是成员跟高层的那叫什么、啊、就是中间的人，就是我们要跟高层沟通，可能就是还是要跟组长透过组长，对，中间管理组，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但是因为现在七七也是组长，也是队长嘛，所以，所以就是。目前好像有些开会就是一家跟七七只有两个人会出现这样。组长跟队长兼任不是正常吗？看人吧，看人吧，我不知道哎。如果 TP 有很适合当领导的人的话，可能会有三个人，就是队长、组长之类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能就得队长跟组长可能是同一个人。队长都长年纪大，但是你跟 Mina 都不。可是如果照年纪的话，宇喵应该是组长啊，之前或是队长。可是不是这样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年纪比较没有那么关系，对。但是年纪如果年纪小的当组长的话，一定会就是肯定要考虑很多事情嘛，就是因为要站在我们的要管我们，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这样面压力会很大吧，然后热情就会被消磨。我也有点担心这个，虽然，但面面的个性是蛮适合的，对，不是不适合的，只是以现在他的人设跟就是角色来讲，当队长可能有点辛苦一点，应该说不会让他加分，我觉得他面面可能也就是跟 Mina 一样，不要绑住什么，比较会可以
好好展现自己的人。就像小雨当组长，大家可能会听不进去，也不是听不进去，可能还，但是我觉得小雨会怕我们说啊，不好意思，前辈们，MC 要怎么办？我想看小雨当组长，感觉很有趣。你的话很有威严，但是太内向了。其实也不是，林也不是不行啦，但是我觉得，对啊，就是刚刚讲的一样，他已经不需要组长这个人设，对。卢卡是不是对年纪很小的人相处比较苦手？没有，我是相反，我是年纪小的人比较，该怎么讲，不用那么担心一些事情。对，但通常组长或队长不是都会选一起来当吗？有可能哦。嗯，对，我也觉得应该公司应该会选一起的。年纪大的比较心机，才没有哎、欸。女生从小都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心机。我个人觉得女生的话，大概四五岁就开始有那个，对。跟男生比起来了，对呀、啊、对，应该是这样说。队长、组长需要控场，感觉要给个性冷静一点的成员吗？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这样。就是如果当组长的话，可能因为不能只担心自己嘛，要想要担心全团的事情，全就是这个组的一个组别的，对对，就是要担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该怎么讲呢？是没有人才了。什么危险发言？小琪的话，领导能力很强。对，没错，我也觉得他领导能力还不错啊。对对对，就是。没有人会讨厌他，其实这是蛮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啊。谢谢你，你送我告白气球。因为卢卡比较尊重前辈，哦，对，没错没错。但是你不是觉得年纪小的很屁孩，还是只有某些人？像晨晨就一点都不屁孩啊，应该是看人吧。看人啦，天蝎年纪谁最大？笑死，从小去念，年纪小可以当平辈，大的就要会考虑。什么意思？我都跟我哥争宠，四五岁就女生四五岁就会操控爸爸了。对呀、啊，很多小女生都这样，爸爸，我想要这个，不要，一定要买这个。之类的，我有看，我看到很多小女生都这样，一家一点都不冷静啊，但是她做事其实就是很认真，对对对，一家也是就是可以会看其他每个应该是会关心很多，该怎么讲？有点难讲。对，就是。好了，他对
社交这方面非常的聪明。社交该怎么讲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吗？好好，反正就是对啊。我觉得一家虽然在台上喂，就是看起来看看的，但是对啊，但是会做事不会看看的，对对对，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是面会很辛苦，我是这样觉得。但是如果面面他自己很想当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对对对，他不是，我不觉得他不适合当，对，只是担心他而已。但是他自己觉得，哎、欸，我可以当，我还蛮想当，那就是没问题的。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讨厌。我看一下。晨晨一进来就超成熟，他可能本来就很蛮成熟的。那谁很屁还说出来？你们我不用讲，你们应该就看得出来。也有人很老了还很屁还，对呀、啊。手牵手怪你打到他，谁打到我？真的要什么跟爸爸讲比较有用？看人了，我是很少。我其实不太会对爸爸撒娇的，但是就是其实女生从小就蛮，我个人觉得蛮聪明，就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大人会开心这样。我妹都操控我爸，操控我。那卡爸你这样会买东西？不会不会。卢卡感觉脸变瘦，有吗？没有，我真的变胖了，不行。嗯，我看一下哦。对啊，哪需要讲最近的太多耳机？可以卖卡妹没关系。那如果线上关有跳错地方吗？我想一下哦，我这次好像没有跳。当然有些地方可能没有做到好，但是好像没有大跳错的地方，还是我忘记而已。还是让依琳当组长。如果二期一期大家都走光了，我觉得依琳可以当组长。现在关于卢卡的条码太棒了，虽然卢卡是二期，但比你小的一期会叫你姐姐吗？不会，条码超棒，谢谢。我有看很多很可爱的镜头。我是没有看到卢卡有跳错的地方，我想一下，跳错好像，这次好像没有真的很明显。大跳错啊！想到了，但不是线上。我第一天爱着你，我跳错。就是呢，我在测试爱着你的我，包括你每个彤彤，这样的时候呢，我忘记收手，爱着你的我，包括你每个彤彤。然后想说我隔壁的人都收手了，我为什么自己可能在这样？那时候超尴尬的，但是在侧席，所以只有侧席的人看到我跳错，对，而且不是线上，所以就很丢脸而已。这两场看下来，我觉得真的跳很好，谢谢。跳马真的爱了，第一次看到快疯掉，原来那是跳错。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在侧席啊，不会被记下来。不过新队长压力会蛮大，因为前面试驾当得太好。你说我不知道欸。队长，其实队长自从我们被分组之后，队长
枝芽都是就是当组长这样，对我的印象，除非就是大家一起演唱的时候，他才会，嗯，对呀、啊，但思雅当组长，我觉得真的，他当的真的很好，是不是因为我不在，找不到个要爱谁？我刚好被柱子挡住。我没看到山顶，对啊，我相信你们应该没看到啊。那时候对，那时候好像甜甜圈的话好像只有笑笑吗？对，反正就是我在看他唱歌的时候就跳出，对啊，就看公司要怎么选，对啊，对对对对对，最后就是公司决定，不管谁当组长或队长，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恭喜他。也要，如果需要帮助，我们也要帮助他，对，就是好好支持他这样。山顶看觉得没跳错，动作都小小的可爱可爱，希望大家给新队长宽容一点，不然感觉压力很大。对，真的，确实，而且现在有一期生、二期生、三期生、四期生，对，对呀、啊。大家都感觉会不敢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当。像我刚刚说，我跟蜜娜都不太想，不是很想当的那种人。但是，搞不好有些人就是很想当当看。笑笑在 Q13，希望能选个不要把自己搞太累的七七，感觉真的看起来快不七七，因为我不太知道，因为七七是隔壁，对，就是他是 B 组也是 T 组，都是跟我不太会有交处的，对，但不可能不会很辛苦啦。我第一次看 Luca 的条码，但是线上的，我也是希望下次可以看到现场。还是你们用民主的方法决定？我不知道哎、欸，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要选组长或队长的话，一定是工作人员姐姐选的。对，如果有新老板，新老板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对吧？对呀、啊，所以，对，我不知道最后变怎么样。也是想当个性的人啊，但是 TP 的话我就不知道啊。嘉刚三晚安，谢谢 M 先生的告白气球。怎么话题又跑回到队长了？本家常常团员出事，队长还要出来被骂，很可怜。哦，是吗？可是这个跟队长有什么关系啊？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当工作人员姐姐？反正就等消息公布吧。嗯。旧老板都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人吗？旧老板吗？就是，可是他一开始加入的时候，思雅还在啊，差不多一年多后吧，就是变成七七。不过也快点选了吧，怕新的队长来不及适应。久しぶり来ました，久しぶりです。我只要专心看卢卡就好，我直接线上把一个镜头拍卢卡。卢卡公演 MC 是不是没有玩到哪一个？啊，你说那个跳舞的吗？哦，对，但是我们本来就是要那些游戏就是要看时间，所以没有玩到就没有玩到，这样。卢卡很认真猜呀、啊，没有我怕来不及。那个跳舞的好好笑，他们有说教舞的一定要说右手四十几公分这样吗？因为想说 innocence 的话，我应该会直接叫他，你把自己抱起来，然后身体蹲，这样就很简单。不过平衡超强，打对很多哦。对啊，现在是那个巧克力吗？我完全不知道。好想开路卡跳，而且还找没有跳过六单的跳六单。我比较
记得一家讲笑话，卢卡一脸听不懂。一家什么时候讲笑话？哦，看来我真的听不懂。熊妹这样就对，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跳什么，其他人都知道，她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巧克力有写禁止传递哦，原来如此，难怪。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先去忙，卢卡晚安。嗯，晚安。好想看卢卡指导别人，他大概会气噗噗，别人没有，没人摆好动作。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怎么样？熊妹是我跳过的吗？当时他有跳，他有练习这首歌，所以应该是有跳过。对，就是评比的时候，对你的印象是超级可爱，像这样气噗噗。哎呀 ，Oh my god！ 我不能一直气噗噗。一家讲高光时刻是回家一。衣服很紧，衣锦还香。哦，原来这个是笑话。卢卡梅瓦，你的 English is good good deska。那是隔壁组的 MC 吧？好像是。那个快笑死，卢卡听不懂。那个是成语谐音梗。我的头发越来越变成咖啡色，嗯，怎么变成这样呢？一家那个很好笑，对卢卡来说很难，对呀。哎，我应该不行，这次褪色太快了，我原本不是染这个颜色。你听不懂，刚好被镜头完美收录下来啊！真的哦，好尴尬、哦。要去染吗？应该是染，这是我染染看灰色，就是偏黑色的灰色，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就不用马上染了。我上次染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已经快两个礼拜了？我觉得真的褪色的好快。但不是灰色，不是那种。不是一般的灰色，对。卢卡接下来还有要忙什么吗？还是有啦，还是有，对。但是这礼拜就，哦，这礼拜有，对，这礼拜也有。要开始收集彩虹的颜色了吗？彩虹的颜色，我应该不会染红色、蓝色什么的。现在工作比较多，也不是工作啦，就，嗯，算是试镜，对对对。要花10000吗？不用，我现在都自己染。卢卡礼拜天是10点开对吧？不是打错吼。哎，因为我不知道一起演唱会什么时候结束啊，所以想说，我怕我8:30开，没有人会来看我，对，所以就决定了10点。试镜，卢卡干巴特。嗯，就是试镜是99%不会上的，但是我们是为了那个1%会加油的。啊，我们这边几乎都没去看演唱会哦，真的吗？是哦，吧，我也不知道几点结束。试镜加油，8:30可能正在哭，10点刚好。你要去是什么？我马上去应征工作人员。你开我就会到，没问题的，谢谢。对，但就，嗯，但如果9:30他们结束的话，也有可能9:30开。六日好忙啊，对呀。那我还是礼拜天1.5小时好了，嗯，或是今天或明天多开半个小时，嗯。卢卡在哪？我在哪？你应该直接报武器啊！对呀、啊，我进去看一眼，卢卡就被甩掉。对啊，武器声，感觉也不是很久之后的事情，因为一起声离开了太多，离开的人没有，进来的人没有补到离开的人的人数，
所以有可能会赶快如果我是营运的话， 我可能就是今年就赶快办第五期。四期是不是也选了很久？我忘记当初是什么时候征选。五期要有老板之后吧。如果快变成火化石前辈了，如果会变成超级大前辈。现在剩下29个人，对呀，好少，蛮久的，对吧？搞不好之后变选秀节目选五期。选秀节目，可是 AKB 会这样吗？我是不知道哎。早安少女组像是那种就会这样，可是不知道哎。我觉得当工作人员比较好。卢卡等我，好啊，等你。从未来少女选，从未来少女。他们会进来我们这边吗？选秀出来感觉比较韩系吗？不知道哎，但是看谁要选吧。如果是 TP 粉丝选，应该不太可能会韩系。但是如果就是看谁会选。粉丝要推坑一年才能当 staff 啊？真的吗？之前 AKB 就跟韩国合作啊，小樱花的那个团哦，对吼。粉丝投票就是 Produce 48，我自己也有看了。虽然我推的日本成员几乎都没有出道，好难过。养成系不太可能从选秀选，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对，我们可能出道后可能会有参加别的选秀节目，但是不太可能。机会哦，谢谢一凡的甜甜圈。奈露卡明年见。现在选的算养成系吗？露卡一年红，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当工作人员？哎，但听说就是只要是粉丝的话，就是是碧如姐姐，我忘记工作人员是谁选的，反正她不会。他通常会派到跟成员不会碰面的地方。你们当 staff 大概只能在外面管理粉丝啊？对对对对，好像是也要女的才能当，像是可能检查东西女生当比较适合吧。检查粉丝的东西。对啊，内场的 staff 好像都不是我们的粉丝。不要退坑一年，那只好去弄个工作证。不行，不能这样。我去握手会只是去看现场状况。安姐的亚女 staff 绝对不是为了去看路看。碧如姐之前直接打呛我。或是负责站在下班路的那边挡粉丝哦，对对对对对，就都是不会跟我们碰面的，去穿一个媒体比较快吧。哎，我要当 staff 只为了检查雷军的身份证，干嘛检查他的身份证？那我去下班路，这样我可以去合照吗？别人帮你合照。我想一下，公演的事情还有什么没有讲到呢？哦，对，这次我发现镜头跳得很快，然后从中间正面的镜头好像就没有到很多的样子，所以最近很缺姐姐吗？算是吧。当 staff 后可以加同事的 line 吗？好像不行。Best 晚安，没事，我真的只是问问而已，没事啦。
卢卡再见，我是爱你的。嗯，怎么会这样？卢卡都认得出来哪一集吗？我觉得红色的灯好小，很难判断。会啊，可是这次跳得很快，我们一看镜头，它镜头会跑掉的那种。我缺姐姐，卢卡可以来应征。是说抖圈的拍立得有署名吗？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正常会有啦，不然我怕你们会卖掉。吐司的画面很多哦，我有一直看到那个吐司的卢卡，那个灯很大颗，我也觉得切好快，看到一下下卢卡就又消失，对。但可能是因为切很快，所以才会一直撸到我，才会我才会有很多镜头这样。卢卡的我才不可能卖的，但条码有很多，卢卡超幸福。哎，对，条码，我觉得我有听一下。还不错，对，没有到，就是比预计上好听。怎么又一堆我了？这次要一个卢卡的镜头，大概20几秒。后面那段高音超好听，比预计还好。卢卡条码最棒的那个测谎，哎，我其实真的觉得还好，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我在就是放的时候，我就是动来动去，所以才会哔哔哔。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玩哔哔哔，我一边测一边跳。对，这次第一次听合音很赞。对，就是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唱好的话，听不出来，或是就是听到音不准的合音。但是我目前只有听我们这组。我觉得不错，对，就是不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这样，那个玩具其实超不准的，他可能会就是，还好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测心跳。总之，情一家八月条码好好唱，什么是八月条码？没有啊，其实一家唱很好啊。那玩具其实随机电人，不是吧？其实我们有试玩一下，我那就是那时候艾莉问我，你觉得这边的成员只有你是正常，你觉得其他人都怪怪的吗？这样，然后我说不是，然后就完全没事，因为我认为怪的。我自己认为我不是正常的，节目效果不错，那只是常看游戏做效果用。我觉得线上听和音跟主旋律音量不错，现场都很大声。卢卡觉得自己不正常，没有，就是不会觉得别人不正常，只有自己正常，对，就是大家都怪怪的，包含我这样。这次线上是不是听不到call声？哦，对，就只听到背景音乐跟我们的麦克风的声音，对。只是我发现麦克风有些人的声音还蛮明显的，对。他只有麦克风收音吧？嗯，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不然就会一堆三角形的角色。小兵，哎，但我有听到三角形的尖叫声。那个还是听得到，真的哦，这么厉害。看来他的声音真的很大声，还是听得到一点点。卢卡每次好像都被吓到。卢卡自我介绍的时候，粉丝叫你会困扰吗？好奇那时候可不可以叫？哦，可以叫，可以叫。对。
只是我比较吓到的是小雨的啊，不在路上哦，就是喊小雨的声音超大声，就是特别大声的那种。灭粉浆。那就好，下次要叫的怎么样？我都乱叫，但太小声了。王江，对，哇，现在到了，真的很大声。但合照的时候尽量叫。对，虽然我也不一定，就是每个，就是有时候在比 pose 的时候，可能就没办法回应。但是，对，就是大家都是乐乐，乐乐科。我右后方很大声，九丹在我附近，他很冷静。我在家里叫很大声，看路卡会不会突然看镜头。我每次都超啊什么？我每次都想超九丹，不敢叫，可以叫啦。每次路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拿命在喊，有听到？因为命男一直宣传小雨的好，不止他，对，社恐本人，我心动。我心动的真的超大声，对啊，我真的吓到，想说，怎么大家怎么那么有精神？不过那真的要叫超大声，才听得到，难怪九蛋异常冷静。以前我也不敢喊，现在我就是社牛。我有时候会坐在前面的，有时候被坐在。前面的白眼，吓到小雨不敢说话了，好恐怖，还会被白眼。我之前在电玩展叫，还吓到旁边的人。不过我坐山上的时候都没有喊，只好请卢卡保佑我多多下山。好，希望甜甜圈都能做 A B 牌。我一定帮奖。难怪小雨紧张到直接都。他看起来真的很紧张，我相信就是大家，我这样我心动就是想要保护他嘛，对啊，就是让他开心，我也可以理解。图示珊珊都滑手机，所以要叫之前跟周边的照会一下。那个事情也介绍到哭了，哦，可能太紧张了吧。电玩展感觉后面只有我跟冠宇在喊。乱讲，我没在山上，哪有时间智慧？嗯，应该是让他感受到很多人爱他，对不对？公演我喊他差很多，而且叫他讲 TP 的尖峰时刻也太难了吧？毕竟电玩展我在前面，电玩展现场太吵了，对，确实。而且吵的不是你们，就是有时候，好像是有一次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就是对面的音量突然变超大声。不如说说十二年的人生的巅峰时刻。对呀、啊，不过电玩展一堆人忙着摄影拍照，没空喊。对，我有感受到，所以难怪就是青云他们说，就是不是只有他们在喊，其他他们的印象超吵。对。电玩展后面一直有七龙族的声音，我都喊零一的，不用跟我说没关系。路口我要去忙了，拜拜拜拜。看一下，嗯，电玩展之后我有开直播后，嗯，那就好。嗯，我想一下哦，嗯，那公演的好像几乎都讲完了，是不是？吃饱了，耶、yeah ！我都喊路口，但有时候会忘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就现场开心才是重要的。谢谢你，你的文手礼。公演你要讲七单衣服吗？七单衣服什么意思？脚链好好看。七单衣服，哦，对，鞋子的话，我们第一次穿那双鞋子跳舞。因为我们拍 MV 的时候，是因为下面是沙滩，所以不适合穿高跟鞋。对，那高跟鞋蛮漂亮，我猜是不是跟思雅毕业的演唱会的时候穿的那双鞋子？我觉得有点像，脚印是不是很脆弱？有一点点。
那个感觉不是很高级的教练，就是可能虾皮上可以买的那种，只是看起来鞋子好容易断掉。还好那个鞋子不没有到没有到比拼图啊或是 Only Today 那两双鞋子那么难跳，但虽然还是难跳，应该是差不多的。听说弄掉了很多条，我的也断了，但是还是可以修的那种。对，所以我没有换脚链，不是要买很多条备用。好像有诶，对，只是我目前没有换到，不过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看到，搞不好没有诶。哎，我也很可惜，就，但这也没办法。怎么没有在乌梅铺个小沙滩？卢卡礼拜六是早上去练习七单了、喔。哦，对，没错，没错，对。那时候我们选拔组的集合时间就是比T组提早一个小时，唉，再也没机会跳脚链了。我不知道哎、欸，就算有跳到，也不是就是我们选拔成员跳，还以为礼拜六有，很少人捐送，要宣传吧？不知道有没有宣传，我也不知道。礼拜六，对，我原本礼拜六可以在家里好好休息，结果就是被问到说我们的脚链的彩排能不能礼拜六早上做，然后想说好吧。还好那天我有收到心电，感恩过去你上班。可恶，难道我没机会看到脚链现场了吗？图示都在吧，这次才放松一个月，宣传期比较短。对呀、啊，要那么早起床，但是 rumor 那时候有宣传吗？我觉得宣传，一单、二单、三单的时候好像比较常宣传的样子，后面好像就还好，对不对？ rumor 有啊，比七单多啦，但是我觉得一二三那时候比较多，就是常常上节目啊，说哎、欸、我们的新单曲什么什么的。已经有哦，怎样？如果宣传很多是吗？比较少小唱之类的，四单最多吧。四单，哎，是吗？疫苗有吗？可是，我怎么记得 TTP Festival 那时候跟游玩之前比较多？啊，乌吼，对，乌吼也蛮多。我只有啊，对吼，对不起，四单是乌吼，对吧？对不起，对不起，四单，可是校唱对我来说不是宣传，该怎么讲 ？Rumor 很多三言，我礼拜日还在外面等好几个小时等卢卡下班，不过很久也宣传期至少半年有，只有七单比较少，也没有三言。我知道这单真的很少，可是三言跳这首有点不太适合，说实话。虽然跳夕阳，但我觉得这首跟夕阳差不多了。但是夕阳那时候有校唱吗？不知道哎、欸。夕阳也蛮短，对，就是，其实主要我们的歌是，如果有校唱的话，不是我们决定，是对方，几乎都是对方他们决定的，对呀、啊。哦，夕阳遇到卡比，了解。本家打歌服也不一样，夕阳之前校唱很常跳哦，真的哦，了解。慢歌我个人觉得应该很少选啊，对，像是烂 live 那时候 rumor 也是他们要求的。那本家，反而宣传实习生蛮多的，其实这样也不错啊，也没有也不是不好，
大概是不够，还后来就不选习。对啊，其实就是对，嗯，虽然我也觉得脚链是好歌，但是是不够嗨啦。通常那种校唱，他们是想希望我们就是嗨，很嗨很嗨这样。不过七丹的动作是蛮可爱的，对，没错。是说今天还是会七丹还没给序号笑死哦，真的哦，怎么会这样呢？除非穿插在中间吧。卢卡跳得很可爱，校唱一定要有 TDP 就很嗨啊，而且舞蹈也不会很难啊，就不错，对。然后也可以跟就是那其他人互动这样。我刚刚买马上就拿到序号了哦，真的吗？还是现在就刚刚已经回复了，那就好。我要喝个水，等我一下下。待っててね、ポンちゃんね。今じゃないよ。不是现在啦，ポンちゃん。啊，ポンちゃん看起来很想吃，很想吃肉泥。我看一下哦。五点那时候没有序号，六点多好像就好了，但五点的还是没有。看来是入场的好消息，粉丝可以自己厉害。粉丝的爱心是说之前有说过手腕要穿什么吗？哦，没有没有没有，这次也不知道有几部。对，就是如果只有三部的话，我在想我要穿什么呢？粉丝，粉丝，那你切ればいいと思う？粉丝，距离太远了。卢卡这次有希望几部吗？就看看，看看大家我多少吧。不用先说也没关系，惊喜。好啊，就惊喜。只是我衣服可能现在就要赶快买，只好 cosplay 碰奖吧。对，这次真的时间比较短。这次发售只有一个月，没办法买很多。对，我自己也知道，所以就，只有一个多月。ちょっと待てるね、ごめんね。あと一時間待って。我信用卡 CD 还没好玩了吧？卢卡这次要打扮成爱吗？爱，为什么？为什么是爱？而且感觉蛮多成员会打扮成爱酱。可愛い，可愛い。我已经把薪水用完了，不用刮，感觉很快。放假，放假，放。蛮多成员太闹，变成爱不太吉利。ぼっちゃん今日も可愛いでしょね。可以扮成热血的爱啊，染血的爱。ボンスケ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替我握手，握手券喽。好啦，ごめんね。ぼっちゃん完全等到我了。可以走开吗，ぼっちゃん？那可以带菜刀进场吗？当然不行。可以跟碰奖握手吗？可以吗，碰奖？哇，喵，可爱ですね。没有啦，碰奖的脸比较小啦，对吧，碰奖？呢，碰奖的方がお顔ちっちゃいもんね。哇，可爱哟。我先摸摸他的肚肚。我讲的握手会吗？只能来我们家咯。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阿拉妈，啊，可爱的兄弟，ダメじゃん。今なんで噛もうとしたの？ダメでしょ？不能咬我，ポンちゃん。这是什么奇妙的画面？可以去露卡家，ポンちゃん有什么好看活动？我就觉得，啊，只能这样。他的目的不是要找碰见吗？卢卡脚被抓伤还好吗？什么时候的脚吗？以前的好像已经快好了，只是我最近这边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凹陷，这里啊看得到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打排球还是怎样。蛮明显的，你的伤口不是黑黑的吗？啊，野猫的早就好了，后来我还被碰奖抓，肯定要亲眼看一下碰奖的奇异果吧。那个位置也太奇，对呀，为什么会这边会受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打排球的关系。为什么你们成员都有迷之伤口？那边好像被排气管烫到。这里吗？可是我又没有坐别人的车啊。排气管欸，为什么这边？还是别人踢到我？不是，我猜应该是排球，不然就是公园。啊，有可能，有可能，噔噔噔噔噔，我每次就是做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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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高跟鞋就是常常打到祖祖，因为我后面常就是祖祖，每次都啪，因为乌梅那边就很紧嘛，然后就我们有16个人就踢那么大，不知道，但是那个高跟鞋就是打到就会很痛。想说我是不是因为这样？猪猪可能整只脚都是淤青。Rumor 踢到脚就算了，脚链也是踢到。哦，对呀，很多人在互踢嘛。不知道，只有第一排就只有小迪就不会被踢到。你打住，那谁打你？哎，但其实很怪。如果因为我前面是一家，可是一家这样的话，我应该是这边淤青，不是后面淤青。那所以是，我还是不知道。小迪可以踢别人，所以这个到底是，好了，我就不知道了。莫名其妙的伤口就对了。一家是踩到栗子，是哦。猪猪在往前踢，不会了，不会往前踢啊，还是这个。哒哒哒哒哒。对，但我自己没有感觉，应该不是那时候。啊！我突然想到，等我一下啊，等一下。噔噔，你们有没有买到 ？Love to you， 对啊，终于，公司出了我们的小吊死。之前的很多粉丝，我的粉丝都没买到，神所服，对啊。还蛮多成员喜欢这件衣服，但我自己是还好，这件很热。对，记得要买哦。对，这次应该比这次多很多啦。嗯，我的吊死，
三只。之前这一集的这个超前，怎么那么前呢？对呀、啊，有好看一点吗？比较喜欢英雄神，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英雄神士。卢卡的有卖完吗？应该没有吧，我不知道哎、欸。最近很热，我还以为里面的无袖比较凉，没有哎、欸。而且这件穿得很麻烦，因为脖子这边也就是被盖住啊。还有一点点，对，还有一点点哦，大家先抢先赢哦，没买到就要买哦，不然他原本公司只有做20，对不对？然后就是卖完就已经不会再卖了，对，那时候我们都很傻眼，想说哪有人只做20个，看来那个一点点都是我了。我怕有人没买到先留着，超傻眼。对呀、啊，而且那时候我们刚出道的时候，所以就是比较多人会关注那时候，对，结果就只做那么少，我也有点难过。对啊，这边的买到的就真的只有，现在来看我直播的有买到的，可能就真的只有两三个人。每个成员都是一样的数量吗？不可能，每个成员都不一样。就是比较有人气的成员就很多，或是销量比较好的成员。啊，我现在被攻击，我的王国纪元现在被陌生人攻击了，算了。看了下个月如果没买到票，也要去买周边。那时候只记得我放弃街上班，先去悟饭排队。这次有限量还是卖完了，没差了。一期生演唱会有没有卖扇子？哦，不知道哎、欸。我连空城都会被打，这样有意义吗？我不知道。我的领主刚被抓走，他要我付4亿。哎、欸，我没事，我现在没在玩。卢卡这次宠物岛主题喜欢吗？哦，对，宠物岛好像也可以啊。这次的话，说实话还好，我目前只有抽两个，一个衣服，一个家具这样。对，然后都不是拿到我想要的，但也没有特别想要的家具。我看你要头发。你想要的加心愿就真的还好哎、欸。其实我目前真的很想要的都已经拿到了。我猜游戏力什么？卢卡的头发不是新的，什么意思？卢卡的头发不是新，我看一下，我现在头发是用我对我现在头发好像不是，就是我一直都用那个，这次超难抽。雷军没仔细看，他说什么？你加心愿，我都没加心愿啊，这次的我都没加。你可以找七七抽转蛋，可是什么意思？我跟他要换什么？我跟他要换什么呢？樱花的那个，哦，可是但那个也没有到很想要，说实话。只是那个价值很就是蛮高的，所以我就加心愿而已。我今天抽了5个眼睛，他今天有看到七七，我有看到他的限动，抽20抽到5个眼睛，真的超厉害。什么29000？哦，你说 wish 吗？对呀、啊，心愿。但是也没有到非常想要那个发型，我原本最想要的是金色发型，但是又拿到了，有拿到就好。是有几张脸给他换？是有几张眼给他换？对过的，我都拿去新池跟别人换东西，了解。
其实我现在还在抽那个巴萨尔的东西，但是那个真的好贵哦，五个眼睛的部分。但我觉得这次主题我真的还好。啊，对对，附带没错，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只会浇水，就养宠物啊，然后换好看的衣服啊，然后把自己的岛变成漂漂亮亮，这样。新的宠物我觉得原本的比较好看呢、欸，就没有特别没那么有兴趣。你附带还有缺没有啊？早就没有缺，只是为了交换，因为我发现这个附带的东西比较好跟别人交换。单随便上换装娃娃就可以，我也觉得原型好看，附带价值高。我不知道为什么肚子突然好痛。那我等宠物对战系统上线好了。那时候我搞不好没在玩，天花板亮亮亮，那个价值很高哦。对呀、啊，然后后来我已经收集。然后我原本有四个嘛，然后三个都换掉之后，我想说我想再抽一次，结果我一直都抽不到。我抽了3包五个，然后2包15抽的才会有抽到，我记得是这样。也是点了休息吧，不行，今天不能休息。我再去帮你抽的，不用啦，不用不用，我目前有抽到就好了。谢谢一凡的甜甜圈，今天要1小时半就好吗？没有，我想说礼拜天，因为我10点开嘛，所以礼拜天开2个小时好像太晚，所以礼拜天开1个半小时好了，好，剩半个小时嘛，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呼。不舒服，早一点休息。好，身体应该是没问题。礼拜天提早1小时，好，试试看。我现在喉咙好很痒，有点怪怪的。哎，是不是第三圈？因为排球的时候都不会戴口罩嘛，对，我平常都会戴口罩，只是，哎，是前天吗？我忘记了，就是，前几天打排球的时候就没戴。是说卢卡雨伞坏掉修好了吗？哦，还没，不太可能那么快吧，应该是你太累了。可以拿后遗症，应该不是后遗症。我现在感觉很像确诊，超不舒服，但验不出来。是最小只那只雨伞呢？嗯，不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我最近也是咳得很凶，可是都验不出来。那可能真的只是个感冒。对啦，感冒可能也很流行。哦，我想一下哦，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讲？大耳狗，我有很多大耳狗的雨伞呢，到底是哪一个？而且我不是每个都在大家面前秀过。卢卡昨天饼干的限动最好，最后运气很好笑，那不是饼干，那是马吉，那是。那个新鲜饼是，一开始在盒子里面，然后里面有3颗马吉，对，然后上面有黄豆粉，对，然后在上面有盖透明盖子，然后在上面有个黑蜜，对，黑糖蜜，对，原来是马，对对对，马吉。你学会月球漫步了没？哎，我有在练，但还是不太会。你现在咳嗽，肚子肌肉还会痛吗？我刚刚打喷嚏有点痛，是你自己带回来的吗？什么带回来？
那个甜点要冰吗？要。但是一开始从冰箱拿出来太硬了，马吉太硬，所以要差不多要放10分钟左右。对，那个是就是游戏宠物岛送的、啊。对，我去日本没有买新鲜冰。对，我有买新鲜饼的饼干，但是没有买新鲜饼。啊，不是杏玄饼，对。杏玄饼。餐餐讲错，我今天早上原本很想去吃寿司，但是睡过头了。谢谢可丽露可的告白气球，谢谢。最后的那个猪咪，我真的笑超久。是，我不是为了让你们笑才会这样。小奈晚安。啊，对，然后，啊，对啊，就是想吃寿司。卢卡都是寿司人吗？前几天因为我上礼拜吃寿司人，所以我这想说这礼拜去吃长寿司，对，但是睡过头了。想到了，我最近开始玩那个 Pokemon Sleep。可是呢，我的手机的问题吗？不知道为什么，它正常的话，我睡觉的时候它会测，但是它一直都测不出来我在睡觉。那个不是很伤手机吗？听你的感觉是，我也有玩，但我觉得好麻烦。你能固定时间睡吗？前几天没办法，昨天也没办法。但是睡觉的时候还是按，对，但是像是我大概昨天是昨天是我早上5点多睡觉，然后12点多起床，然后我看一下手机，结果它只有记录到50分钟，对，想说怎么会这样，还要把省电功能关掉哦。欸，也是有可能，就是他没有记录到我睡觉，所以小声，所以我游戏里面的宝可梦，他们都是睡眠完全睡眠不足。我目前就是我的记录就是一个礼拜只有睡3个小时，好像蛮多人有这种状况。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怕我手机充到爆炸，还是我不要玩这个游戏，感觉有点，目前就是好像没有帮助到我。为什么会省电？不是要充电玩卢卡的宝可梦？对啊，一个礼拜他们目前只有睡到3个小时。对，就是卡比算是中间睡觉嘛，然后现在皮卡丘跟皮丘吗？就是他们在旁边，然后就他们都这样，超可怜。这游戏问题很多，要等之后更新。波乔为什么一直叫呢？因为他在玩游戏啊，不是他在玩娃娃。反正他要卖你另外的东西。我玩一玩，还手机宕机，想开黑圆圈的卡比兽。卡比兽好像不会黑圆圈，就是。隔壁的宝可梦好像才会，可以跟 Pokemon Go 一起用啊。对，那个小小的吼，他们是不是叫我们买那个才可以玩？玩游戏王国纪元，那个周边1790，有够贵，看到吗？可是他今天叫的有点大声，是谁呢？あ、ぽいちゃんくれるの？ありがとう。ぽいちゃんエロが映ってきたのね。ありがとうね。我就当做这是ぽいちゃん带给我的礼物。还是你还想玩吗？ぽいちゃんまだ遊ぶの？まだ遊ぶの？
我原本想玩，看到评价好像三颗星就不玩了，然后剩下还要氪金月费。好吧，那我还是删掉好了，感觉就是没什么，嗯，太多问题，现在问题太多，没办法。对，这个游戏本身是Pokemon Sleep 本身是就是可以测自己睡眠，然后，也可以录，它会因为这个手机一直会录周围的声音，所以我讲梦话啊什么的，或是碰见在叫啊，全部都录起来。对，可是我的手机目前录到的都是手机本身的声音，就是叮咚叮咚的通知的声音。对，就有点可惜。对，就所以没有录到我的梦话，有专门睡眠。太可惜了，那个比较准。你晚上没开勿扰吗？没有，因为是早上，我今天是早上睡觉，我五点睡觉，所以会有一直叮咚叮咚。我觉得入睡觉很可怕，原来是你睡眠时间的问题。我也下载了，但我觉得无法跟智慧手表。同步很可惜，录音而已还好啦，对，嗯，但就是目前他没有测到我睡觉，所以就不太好，嗯，怕听到奇怪的声音，听说有人录音，录到听什么婴儿的哭声，明明家里没婴儿，不知道真假，好可怕哦，他就是要卖你周边。了解，好吧，我应该不会买周边了，因为我也没在玩 Pokemon Go， 都只是都市传说。嗨，孔明，Pokemon Go 呢？先玩 Pokemon Go 的是不是都是长辈？你们有在玩吗？我是没钱买周边，还是会半夜三点突然听到皮卡皮卡。不过那个周边有皮卡丘的叫声哦，真的哦，我没在玩。哦，杨雄有在玩哦。什么长辈？我受伤了，我有一天睡了八小时，但他只测到六小时，很好啊。我的手机只剩一小时，我妈还在玩，笑死我们全家，剩下我爸在玩。杨雄长辈，那个玩一个月就你了。玩抓宝可梦，那个手机好浪费。啊，不行，好痛，肚子，好酸好痛。我是早餐了，肌肉酸痛而已，没事。哎，一咳嗽就会耳朵。我现在都什么都在按兜圈爱心，很棒。哎嘿嘿，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就是打完排球全身痛啊！我现在咳嗽。打喷嚏都会痛，都粉都按爱心，按爱心手很痛，按爱心对你有什么帮助吗？应该是可以宣传吧，就是常常出现别人的版面。我都按不赢圣人的外挂，他是用外挂吗？是怎么用的？啊，我有肌肉，有我在用，好像可以增加热度。卢卡要有马甲线了吗？我越来越胖了，希望赶快会出现。Sunny 你好，不然就是用筋膜枪，但都粉使用者这么少，怎么宣传？好像也对。都粉能宣传什么？然后之后的赞数就会越来越少，一定的啊。但就至少是就是看起来好看。对，就是我刚刚不是说玩 Pokemon Go 的是不是都是长辈？是因为我目前对我身边的人玩宝可梦，真的几乎都是
朋友的爸爸妈妈这样，就是我的同学啊什么的，他们早就删掉了。对啊，现在Pokemon Go 可以做了什么？一样跟一样抓宝可梦吗？我周围的也都是玩老人在玩，其实也蛮厉害的啊！有一个游戏可以玩到这，就是可以玩到现在，是蛮厉害的。可以去运动一样，差不多可以传到本传去。我搭公车有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玩哦，真的、哦，我周围已经没人玩了，就要达到馆之类的，了解。我之前都用飞的，飞到被抓。老人散步无聊，刚刚好可以玩哦。了解。有只宝可梦要重购才能抓，哦，是吗？亚洲年轻人太忙了。了解。购比较容易抓色尾跟神虫，好像是，好像真的是。我们下班就累了，可是够的东西可以传到哪里 ？Switch 可以传到 Switch 吗？对，但我其实我本身现在没在玩 Pokemon， 所以 Pokemon 手机游戏后来越出越多，所以 Pokemon Go 就人少。可以，可以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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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二宙是可以吗？可以传到 Let's Go。我刚刚说的本传就是。但是要钱哦，好吧。现在是猪跟紫，了解。但我没在玩那两个，紫色。我原本就是开始玩紫色，可是就是前面的动画太多，就玩到觉得有点累。不能传到二宙斯，真的、哦。但二宙斯可以传到猪跟紫，二是分开的，吧？好，二宙斯我现在也没在玩，没关系。先传到 Pokemon 后，我们再传到 Switch， 了解。奥尔宙斯不是本传，了解。我还是喜欢以前的宝可梦。以前的宝可梦，对啊，就以前没有手机嘛，所以我也疯狂玩游戏。可是现在就，我后面有氪金，二 D 比较好玩，就守旧派。其实我最近。我昨天为什么这么晚睡？是因为呢，我在玩 Nintendo DS， 可是玩一玩，因为我很多游戏还没玩到结束就直接腻了，然后就一直没玩。然后我现在昨天就玩玩看，但是有些 RPG 已经不知道我玩到多少，玩到哪个程度，所以就是不太玩。已经忘记，对，已经忘记怎么玩了，然后就觉得好吧，还是不要玩。NDS 还能运作吗？我的是可以。最近有出 Pikmin 路可以玩吗？没有。RPG 要重玩。对呀、啊，现在是我的牧场物语吗？牧场故事。僕は物語。我是玩到一半就是没再玩。所以已经不知道我每天的 routine， 早上一起床，我应该要先给就是喂我们的牛啊鸡啊，就是喂饲料，然后我忘记应该要给这个礼物应该要送给谁，然后什么的我全部都忘记。我的 3DS 还能玩 DS 不知道，了解。而且有些刚刚讲的《牧场物语》牧场的那个，就是有些就是想说什么出货100个白米就可以拿到一个东西什么的，然后我们要收集那个东西，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到底有没有出货过100，因为 DS 上面游戏里面不会有记录到，对呀、啊，所以就是。已经搞混了。嗯，讲我嘞，我有新游戏都会爆肝通关，还是老游戏好玩。
所以鹿卡牧場もなかったり，以前有在玩。我国小五年级开始玩，然后一开始玩的是《君と育つ島》，然后已经玩到全部都结束之后，我买了什么双子岛什么的，可是我也只有玩到一半，因为那个要跟男生约会，就是好像要看礼拜几的什么几点要跟他聊天才会有，可是我已经懒得这样。我早就忘记礼拜几的几点，然后一个一个看，已经没有那个动力了。所以我在新的牧场物语，我永远没办法跟别人结婚。那个要看攻略，超累。对啊，就是懒得约会就对了。而且有时候我乱玩，已经错过了那几个礼拜，可能就他去别的地方，好一年，在半年没办法跟他约会什么的，所以我也不能一直乱玩，然后就没有玩，没有再玩了。那你可以礼拜六的六点跟我聊天。你那时候是不是在地下？约会的直接放鸟，我后来就不玩了。旧的真的要认真玩，新的变太简单。乱玩后来变成要重玩，对，没错，所以就是，就是我现在 DS 的很多很多游戏都是，就是玩到一半，对，但也虽然很想看 ending， 但是也已经也没有那个动力，对，很可惜。雨过晚安，不结婚也没关系，是没错啦。在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就是在玩以前的游戏，不可能这样也会被发现吧？是不是偷看我的行程？没有啊，就是我最近六日都在开播嘛，然后就是那些地下组的都不在啊，所以想说哦，可能他们去活动这样，所以我都先看攻略才玩单就啥的乐趣。对，年纪大了都会懒得玩游戏，对呀、啊。也有可能我从小就一直玩游戏，我爸妈也没有特别就是说不要一直玩游戏，对，当然就是考试前啊，或是我在写功课的时候他会管，但是平常就是休息时间啊，或是跟朋友玩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叫我不要玩游戏，所以我长大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么想玩游戏。但听说从小就一直就是被爸妈管很严很严，就是连游戏都不能玩，不能给你买的人，一长大后自己有那些钱，好像会一直会玩游戏的样子。地下的搜寻不好，都旅馆约我去的、啊、是吗？用膝盖想都知道，只想玩挂机游戏，找别人玩的游戏啊，对对对对对，最近，对啊，也可以看别人玩，就看 ending。我都被禁止玩游戏哦，那你现在也在玩宝可梦，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很爱玩游戏，但我现在比较爱卢卡，耶、yeah。对对，就是压抑太久会变成这样，对，好像真的会。所以我长大就是。我现在喜欢的东西好像都是从小我小时候没办法体验到或是没有买到的东西，对，好像比较多耶。对，我是有那些钱然后买了游戏不玩，玩买游戏的游戏。现在是玩放偶像游戏，现在都在玩拼图，很好玩，加油！拿第一名，我都没喜欢玩游戏。哦，那小时候有在玩游戏吗？玩到火气很大，放我下之后会对游戏没兴趣了。小时候卡妈会不给你吃甜点吗？会，卡妈会给我吃甜点。我想一下，卡妈比较不太会给的东西是什么？汽水什么的，他就比较少给我。嗯，但是
只要是吃的好像都都没有被就是该怎么讲呢有像是有些日本的零食啊，可能就是很多日本小朋友从小就吃的东西，我可能就在台湾吃不到嘛，这些东西我可能就会想去买买看，这样请把第一名的记录还我，明明是零秒的说。不过看到现在有那种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玩平板，我也是摇摇头。太不健康的加工食品啊，泡面吧，晚上吃啊，宵夜，对对对，我妈以前不让我吃宵夜，所以我第一次吃宵夜的时候有满满的罪恶感。对，我以前就是睡前都不会吃什么东西，连零食都不太会吃。对，然后我第一人生都第一次宵夜吃泡面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我真的可以做这种事情吗的呢？对，然后说的对对，所以我现在可能才会常常吃宵夜。很多小朋友都开始戴眼镜，所以如果现在管吃宵夜，吃宵夜真的很就对，真的胖很快，没错，都是罪恶感，对对对，没错没错。有没有被妈妈打？你说小时候吗？没有，就是，他也因为我小时候也不会自己做饭嘛，所以只要我妈没有帮我们做或是帮我们煮泡面，我也没有东西可以吃，这样有一种罪恶感又对对对对对开心的感觉。小时候卡妈是不是到叫你九点就睡了，所以现在都五点睡？可是小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就早点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这么晚睡。还好笑，我也是那种感觉很刺激。虽然我吃宵夜也不会胖，不是因为你的作息所以才吃宵夜吗？不是，以前泡面也都是一个月才能吃一次，我现在泡面已经吃到不想吃了。了解，现在太多东西能让人晚睡了，没错。我想一想，但是我现在回到游戏的话题，我现在特别想玩的游戏啊，我想到了，我给你们看。但是你们在看我直播的人几乎都是男生，不知道知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吗？好的，这个魔法少女，不是时尚魔女 Love and Berry， 就是我以前在收集这个卡，对，然后这个游戏快20周年了，现在19周年，对，我不知道吗？就是 Sega 之前不是有出那个甲虫丸子母系 Kid 吗？这个的女生版本，对，女生版本是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个时尚魔女，然后我们帮她换好看的衣服，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比赛，谁比较好看，然后也要就是跳舞。对对对对，换衣服的机台游戏啊，对对没错 ，Sega 在玩的游戏，真的 Sega 在玩。玩衣服 PK 怎么评分呢？一个是像是如果我现在要去涩谷那边逛街的话，穿的衣服可能就是我看一下有没有中文版。好，这种的可能要穿这种衣服出门，对，不能选这种衣服。这个衣服就是我们这个衣服去 disco 的时候穿的之类的。然后如果在偶像 idol stage， 偶像那个叫什么？
也有就是我们平常上台那种要当偶像的那种台上的话，可能就要穿这种可爱的衣服，对，就不能穿，不能穿就是，对啊，不能穿这种衣服跳舞，这样，反正就是以前的小朋友都在收集这个卡片，然后也疯狂在玩这个游戏，对，然后因为我在住日本嘛。讲错了，对不起，我在做台湾嘛，所以就是以前台湾没有这个机器，对，没有这个机器，所以我只有一年一去回日本的时候才可以收集这个卡片。你这是什么时候玩？国小四年级到六年级吧。就是一年只玩一次，所以我日文版收集的卡片非常的少，然后我大概，我三年级开始玩，然后我五年级的时候，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台湾也有就是自己的机器了，对，很开心，但是台湾的卡片不能在日本用，然后日本的卡片不能在台湾用。你有皮外套跟牛仔外套吗？有吧。台日版是互通的，不是互通，对。啊，对，然后对，重点是这个机器啊，就是因为后面很多有别的游戏机啊，或是以前的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就是没再玩这个游戏，然后 Sega 也决定就是停止贩卖这个机，停止运作这个机器的机台，对，反正就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呢，19年，然后过了几年了，现在是19周年嘛，对，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很流行 Y2K。对，所以这个游戏的主题餐厅在日本开幕可能主题餐厅开幕了，对，果然是 CC 嘛。我以前玩甲虫王者，被我妈说啊，不就剪刀石头布？哦，对啊，甲虫王者的卡我好像没有，可恶。好像都给男生的样子，对，开主题餐厅了，我很想去，但是在日本办，所以我没办法。对呀，主题餐厅有机台，有，可是不能玩。对，然后后来呢？不是后来，我大概六年级的时候 ，DS 有出这个的游戏，对，然后就是。在 DS 也可以玩这个游戏，只是台湾版的卡都就是不能用。对呀、啊，所以以前我跟我妹都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妹也有自己的卡，我跟她就是轮着用互相的卡，然后就一起玩这样。对，但是呢，她搬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卡片全部都丢掉了，我想说为什么不先问我。下礼拜去日本找找看，主题餐厅有期限吗？下礼拜去日本找，我很想去，但是那个要预约的，所以就是没办法哦。我很想，现在有卖透明卡，我超级想要那个透明卡，但是感觉也买不到。我在想要不要，对啊，我下礼拜没事，要不要飞去日本？出好卡的几率高吗？每一张几率都差不多，但是，对啊，就是这个也是看运气。我可能就是很想要这个粉红色的鞋子，但是运气不好就一直都不会出现这样。以前30元就可以买好多东西哦，对，这个日币一张卡日币100，然后台湾的话我记得也是30元，居然丢掉了，对呀、啊，
对，我现在台湾版的已经用不到了，但是我想要日文版。姐妹比较谁的卡多吗？不会，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去日本一起玩，所以我跟她的卡差不多。对，然后也会跟陌生人，我跟我妹两个人都有的卡片跟陌生人交换啊什么的。怎么不留给你？对呀，我妈丢了，真的很傻眼，感觉留到现在有很收藏价值。一两年前没有，但是现在因为19周年嘛，所以就是这个游戏的主题咖啡厅啊也出现，然后衣服也开始卖了，所以又有些人开始就是想收集这个卡片，真的很可惜耶。超想看你外套穿起，什么意思？可以飞啊，可以飞啊，还能回家一下，不错。现在小朋友玩宝可梦机，一台30元，看起来不用钱一指头，机票可能来回要快20000。是，都在便利商店玩吗？不，好像不是便利商店呢，好像都在那个 Toys R Us 玩具店呢、啊，或是百货公司才会有的，嗯。我记得 Sega 在甲虫之后有出动物打架，哦，对对对，恐龙打架啊，还有什么的，还有一堆，哦，我连这个都有，还有这个是 Tamagotchi 的，就是 Love and Berry 跟甲虫王子很红之后，就会有，就是他们其他公司也就是会出这种，也会出自己的机台。主题餐厅没有期限，对，就是期限限定，而且要预约，要抽到才可以去的，超难过。以前只有百货公司或玩具房都曾有，对，没错。原来还有比鱼罐怪的人。我比较想看卢卡穿黑色外套。不行，现在东西太多了，我要找衣服很麻烦。我也以为鱼罐已经够快了。恐龙现在动物哦，啊对，恐龙现在是动物，但我动物我其实不太知道。还有一些什么宝可梦的也有啊，宝可梦打架的。嗯，还是现在是不是宝可梦的比较多？只是我记得宝可梦的卡不是这种纸的，是好像是塑胶的那种。宝可梦超多人，宝可梦是三支队战组哦，因为我都有玩好屁哦啊，小玉是玩甲虫丸子还是女生的？你是玩 Love and Berry 吗 ？Pokemon 现在还是很多啊，塑胶片对对对对，可是塑胶片比较好，不太会弄丢。宝可梦好像很多种，我甲虫、恐龙、动物都有玩哦，都是男生的，了解了解。对，然后这个我没有玩到，我以前也收集这个 Kirari 月岛 Kirari 的，那现在是什么？这个也是就是机器的那种，对，也是帮 Kirari 穿好看的衣服，然后让他跳舞唱歌这样，我看起来这么完美。等等等，你不会觉得我跟你们一样的吧？我不知道啊，有些男生也会玩女生的啦。啊，对对对啊，我身边的男生好像几乎都是玩甲虫玩者。对，只是以前在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到甲虫玩者的机器到处都有，只是 Love and Berry 就很少。在外面玩的女生的有点迟。这卡牌的全名叫什么？你说 Kirari 吗？还是 Love and Berry？ 那我竟然收集这个，但是一直都没有玩到。对 ，Kirari 就 Kirari 的机器，好像一两年就没有的样子。Love and Berry 比较久。
本里的卡片卢卡收集蛮久吧。嗯，我看一下，日本的我很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等一下、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只有32张。重复的都是跟别人交换，对。日本我只有32张，台湾的就很多，只是已经都台湾的我现在不需要，因为都没办法用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然后对台湾的50张，早就没有机台了，就是2008年。日本跟台湾还是2009年，对，日本跟台湾同时撤退，对，早就没了。只是现在就是在日本有主题咖啡厅啊，然后 Y2K 很流行啊，所以就是很多当时少女的我们就是要听到复活就很真的很开心。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日本小朋友已经有别的机台可以玩，现在好像是那个什么光之少女，我忘记了。谢谢送我汤雅的赫鲁斯梦，那现在是艾卡兹啊，就是 Mina 跟平涵之前代言的那个游戏，对，艾卡兹，现在日本的小朋友都在玩那个，不是光之美少女。已经改成什么？偶像学院，对对对，没错没错。现在日本的小朋友都是在玩偶像学院，应该，我觉得复活应该玩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小朋友应该不会玩。对呀、啊，哎，给你们看，这是麦当劳的快乐儿童餐附的卡。超亮亮的，好好笑哦！以前我也没想到，因为我那时候玩游戏，我玩这个游戏是国中一年级还是国小六年级嘛？对，然后国小六年级通常不会吃快乐儿童餐，对不对？但是我就是为了这张卡片，就是点了快乐儿童餐。想到平安跟 Mina 跳的，那如果有玩《偶像大世界》机吗？没有。你说 Idol Master 吗？对，我知道 Idol Master， 然后也会看他们的动，就是有些 MAD 吗 ？MAD， 但是没有玩过。对。先说透明卡是长什么样？透明卡好像是我不知道哎。好像卖盒子的样子，连大人都会点了。你好可爱，好怀念这些小卡片跟游戏啊！哦，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这个也是快乐儿童餐。其实，在国小六年级点儿童餐是蛮羞耻的事情，对，就是我现在。点儿童餐可能反而比较不太会害羞，就是六年级嘛，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二年级的人才会吃的东西啊的那种。我为了玩具还是会点哦，真的、哦，对，就是现在已经不会害羞，但是国小六年级啊，国中生啊，就是比较嫌弃太小孩的东西嘛，对吗？以前比较爱面子，对对对，那时候确实就是蛮害羞的，丢脸丢脸，小刘还在点儿童餐，现在没玩具啊？真的吗？现在儿童餐没玩具？啊，还是日本的有，日本的有，台湾的我就不知道了。Oh my god！ 竟然没有玩具。只是小以前小时候点儿童餐，80%是为了拿玩具吧。我超喜欢之前麦当当的小战机，台湾法规问题，真的哦。对儿童餐付的是什么？以前为了玩具会吃，对呀、啊。
喂，原来现在没有了，连乖乖都没玩具了，现在是书，食品可以加，不可以加玩具，真的哦。向健达出奇蛋，了解，所以健达出奇蛋已经变成买玩具付食物的概念吗？超烂的法规，对呀、啊，我那时直接丢锅。妈，你说要帮表妹买儿童餐？明明就是自己想要，还要这样装。好怀念先，虽然我觉得健达出奇蛋的玩具不怎么样。对了对了，玄我出奇蛋不能包在一起，已经变健达奇趣，健达奇趣蛋，了解。好吧，啊，日本的我再看看虾皮有没有可以卖。虽然有些卡片在 DS 不能用，因为 DS 出 DS 游戏跟游戏机器结束的时间是不太一样，对，就新卡片就不能用的样子。对，再看看，最近那个三 D 又被炒到好贵，麦当当的。啊，对，可是哦，哎，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儿童餐，哦，那不是儿童餐吗？金属玩具哦，真的哦，全套应该没办法。你要什么卡牌，我帮你收。我是你就买大全套了，不是那是直购的，了解。嗯，大全套其实。这个卡片也真的，如果要收集全部就太多，好像要超过两三百的样子。对，而且他们有分什么2005年冬天的卡，2006年春天的卡什么的，不知不觉的多了20分钟。哎，真的哎，我难道聊那么开心？两三百吗？我忘记了，我昨天其实有去看。发行就有，发行最多有什么？有几张啊？我看一下。反正我记得很多，就是不用那么多、啊。分享的太快乐了，对呀。好，谢谢你们陪我聊天。你太喜欢这个了，自然而然忘记时间。对，虽然我知道你们应该没在玩这个，但是甲虫王子的话，我相信有人在玩。对，然后我以前不是住天，就是天母嘛，然后像这个游戏啊，会有时候会办比赛，对，就是会分地区，然后我记得天母的话，好像是有一个亲子的诊所。什么什么亲子诊所，那边有个机器，然后2个礼拜一次吗？反正就是在那边办，对，办活动。贝尔啊，对对对，好像是贝尔亲子诊所，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约我跟我妹，然后我妹的朋友三个人一起去参加比赛。对，然后参加的人竟然只有5个人，就是包含我们只有5个人，然后另外2个也是姐妹，赢了吗？我好像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对，我朋友跟我妹都有拿过第一名跟第二名，然后还他，然后在那边还上了那个官网都有照片，对，前两名会上官网，然后说。第一名谁谁谁，第二名谁谁谁。我以前有参加过甲虫王者比赛哦，真的、哦？你怎么没赢过？就是运气不好啊。这个游戏就是每个人出现的颜色啊，每次出现条件就是不太一样。对，每一场每一次都会有
时尚的颜，时尚颜色。对，如果是红色的话呢，我们衣服可能也要挑红色的衣服，这样才会分数会高一点。只是我运气就很不好，然后加上我拿到的卡的也不是，也没有非常强的卡，对，然后就没有赢。我还记得甲城的绝招哦，有绝招，对，哎有哎有哎，哎等一下，不是贝尔，是威尔亲子教室，对，都是威尔。我拿到三个，一个是最佳服装 Love 奖，好好笑，民国1995年12月24号。哇！我竟然在那个圣诞节、除夕夜去比赛，哈哈哈哈哈，好好笑哦！对，我只有拿过 Love 奖，然后这个也是，这个也是12月。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写的，超丑。然后这个名字可能就是 Sega 的那边的人写的。好像，可是我就只有拿到小张，我妹跟我朋友就拿到第一名跟第二名嘛，所以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奖牌嘛，都是很大的，很难过，想说为什么我没办法拿到第一跟第二，对 ，Sega 纸笔嘛，CC 的纸笔，没错，所以现在改名了吗？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威尔亲子教室？算了，小张的比较好收。对对对，得奖会送卡牌吗？不会，就只有那个奖牌，然后官网上会有你的名字跟照片而已。对，然后我知道这个比赛是因为呢，我在甲虫王子那时候甲虫王子也是同时有比赛，对，然后我就是看一下甲虫王子的那个官网，然后发现为什么第一名跟第二名是我的日巧的同班同学，但然后啊对，甲虫王者，对不起，甲虫王者不是王子，然后我就把他那个页面印出来，然后隔天我就问他，哎，你是不是参加过甲虫王者的比赛啊？说。然后他那时候可能觉得很害羞，说我不知道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给他个那个照片，原来你们去比赛拿到冠军超强，好好笑，不要戳破他，把证据拿出来，对对对，而且他把那个他的照片不是就是这种，也是他拿那个卡牌，然后就是这样。比个 pose， 啊，真好笑！但我不是为了嘲笑他印出来，是真的觉得好强，想说怎么拿到第一名这样。对，从小就有当私生饭的经历，没有没有。然后我后来问他说，哦，原来比赛就是对啊，就是问他哦在哪边比赛，然后才知道哦原来在这个。亲子诊所，对，所以我就后来去那边了。我如果是你同学，会想做一甲虫王者养成训练班。甲虫第一名真的超难哎，我都当炮哦，真的吗？可是他那时候说当第一名超简单，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在诊所？我不知道哎，就是刚好那边有。我也不知道，就是 Sega 那边，他们决定的、啊。诊所小朋友多吧？可是那个诊所也不太像一般的诊所，就是有点像，好像是亲子教室跟诊所合在一起的样子。对，但我已经太久没去这个亲子教室里，现在也不知道变成怎么样。对，哇，10岁的时候的卢卡、欸。看医生拿卡片吗？其实我原本完全不知道这个亲子教室，就是问那个同学我才知道。对，哎，讲的差不多了，
我差不多要念吧。这家应该倒了，我没印象，现在还在。那我等等再查一下。威尔，还是现在查？威尔亲子教室。11点了，该浇水。但我不确定，我们那时候就是参加比赛的，在天母地区参加比赛的人就很少，但是搞不好什么台北车站啊那边就有很多小朋友。露卡现在最想要透明卡，哎，对，听说是卖盒子，但很贵。威尔亲子，谢谢 M 先生的重情玫瑰。啊，教室。哎，真的好像没了。好吧，15年前嘛，对吗？好像真的没有了。好吧，以前的思い出就以前的回忆就是，不一定会，现在也有，太久了。嗯，好啦，我要念榜了，对不起，谢谢大家。今天的第十名，今天的第十名是欧比王吗？我们看一下今日榜，没错，今天的第十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九名是九蛋，谢谢九蛋。第八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七名是 Lekun， 谢谢 Lekun。第六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五名是陆克，谢谢可蒂陆克。第四名是妮妮，谢谢妮妮。然后第三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二名是 M 先生，谢谢 M 先生。然后今天的第一名呢？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强哥，宫田盘子 2.0， 谢谢大家。露卡今天有要玩吗？今天哦，嗯，今天先去浇水好了。嗯，明天搞不好会玩，对，明天。嗯，谢谢你们，拜拜。我们今天聊到这么多 Sega 的话题，结果他 CC 本人没来是怎样呢？虽然我们聊的 Sega 不是那个 Sega， 但是对啊，就哎算了。谢谢 Plus 的甜甜圈，结果2小时吧。哦，对耶，那礼拜天我可以只开1小时，对，这样对啊，10点到11点，对啊，你们比较没那么累。怎么会这样呢？对啊，辛苦了，还好你身体看起来好一点，现在还好了，对对对对，有好一点点。渣男，笑死。拜拜建涵，我那时候在家里不会累，那真的吗？但我怕其他人会累。CC到底是谁？你看连杨过都忘记他了，杨过那么爱CC。不过我现在在上班，好累，上班加油，多休息，明天见。到底，周日没抢到票不会累，哦，所以你只有礼拜六会参加吗？我如果彩排场可以去看的话，我蛮想去看一起演唱会。对呀，线上看就是可能就没那个感觉啊。对呀，现场看感觉比较好。周日票超难抢哦，真的哦，原来杨过才是渣男，是吗？辛苦了，好了，大家拜拜，剩2分钟好了，剩2分钟还可以讲什么呢？卢卡突然出现在站，应该是不会啦。彩排场，但我可能会先，可能会去看。对，我周末会认真哭的。哎，我看到我最后那个纵使距离的那时候，我看到吐司爆哭。卢卡晚安，最爱你，晚安。大家晚，小夜幕晚安呀，曹子月晚安。你也想哭了吗？有一点点感觉啦，对啦，但那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图师每次都会哭啊，是哦，我没看到。
这次特别好哭。黑羽先生晚安，凯秋晚安，杨过晚安，大家晚安。我也听到哭过一次，被果果发现。没有，就蛮明显的，因为我最后跳的时候，就是刚好在他在我旁，他在你的斜后方，斜前方，对不起。对，晚安，拜拜。辛苦了，晚安，拜拜。